懂事。病理进一步证实，确实是恶性肿瘤的转移导致的。如果不治疗的话，很容易会发生病理性骨折。我们把这个数据采集以后，按照1:1制作一个量身打造的一个假体，可以保证这个假体匹配度比较好。第二，因为它这个肿瘤靠近膝关节比较近，我们要为了保留它的膝关节，而且要把这个肿瘤切除的范围要够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对它更有利。